集啦，第四场赛事公开赛千百米，澳博澳门打起，准备。一起步嘅时候咧，就扭漏闸嘅，见到咧佢就拍档福星喺中间话，好啦，咁喺内档嘅丹宝石嚼一声咧拍住嘅怪兽就知得出嚟嘅，咁啊外边咧骑几步玩具飞星咧亦都摆前咗，出边一路埋啊，见到就联一永胜，咁啊三宝兄弟咧就抽咗几鞭，咁啊跟住咧拍档福星咧又黐翻上嚟噶啦吓，咁啊然后再后啲嘅马德先见到咧仲有啲劲有利啊嗰只啦，再后啲得咧见到啊飞咗出去外档噶喎，仲有嗰只品质高啊嗰啲咧都攞唔。都賣嚟噶，哇！因為嗰只聯一永勝啊，直情打到咧，俾嗰啲泥啊，打到咧個馬頭咧揈下揈下噶，咁好啦。去到千二米咁滯咧，後面嗰啲馬咧，見到仲有嗰啲勁仲勁啊，嗰啲咧都幾遠下嘅。紫電風雷咧，而家咧就喺個尾嗰度，後面咧仲有啲果然開心啊嗰啲嘅。喺對面直路嘅時候咧，慢慢放咗出嚟嘅沙煲兄弟喎，居然咧帶嚟大概係個零馬位左右咁啊，守住第二位嗰啲就玩具飛星，咁外檔拍住佢咧就係呢個聯一永勝，黐住條欄嘅咧就係呢個。丹宝石啊，你一路骑紧咧，怼住咧就有只怪兽，出边拍住嘅咧，仲有只拍档，拍档福星咧就走外档嚟噶，然后咧喺里边咧守住有利位置嘅咧就劲有利啦，再后啲多咧，然后先见到啲劲仲劲咧就逼前咗少少。然后呢品质高呢再后啲堆就果然开心啦咁包尾嘅马呢仲系嗰啲咁嘅紫电风雷啊啲仲系喺后面喎飞咗出嚟呢就品质高啊飞咗出去大外档转返入嚟直路咁滞㗎啦喺前面度仲系沙波兄弟知唔知你啦联一永胜嚟㗎啦喺个外档度呢骑两步支咗出嚟以为只拍档福星呢好似都冇乜滞咁啊咁联一永胜呢反而系支咗出嚟㗎所以第二位嘅呢仲系呢个沙波兄弟后面上嚟谷士尼嗰只呢就系丹宝石啦，再后啲冲上嚟咧，然后啊，见到仲有可可小子啊，嗰只马越吹越劲啊，只可可小子翻到嚟拉少咗几步，联一永胜第一，可可小子第二，丹宝石第三，第四名玩具飞星，可可小子跑个第二，呢只系公众大热门，联一永胜，咪一搭十三啊，连赢都有十四倍。哇，丹宝石跑得几好啊，跑第三，咪就系跟咗前边咯。跟多次两场到西澳两场市民落哇、啊！但系拍档福星跟对直路头散晒，有呢只真系好失望喎、啊，惊佢神早急咗啲嘅嘛？但你对住系啊，即系对手个分本嚟着衰晒，有啲疑问嘅咯。咁啊，初跑千八呢个路程，因为跑千八啲马太急，唔系咁好。不过啲十三、十四都比较困难啊，都唔系易拣啊。好难拣，系只可小子可能会谂一谂，但系只单步石真系冇得谂。收尾八十倍啊，丹宝石。其实佢八十倍绝对合理啦。啊、我小子都有八倍嘅，第三热门嚟嘅独赢。龙马房嗰对点会唔好过佢咯？跑档福星飞区都吓，但系八四倍咋、嗯？因为有只一咧。呢个边度温阵？呢只铁蛋。呢个边真系温阵啊！十八档都赢啦，都话同你系咯，佢段段跑第三碟都唔怕啦。佢真系蚀住你赢。卡洛嗰个啱啊！即系如果咁样蚀法蚀唔起啊，都唔系联一永胜嚟嘅啫。不过而家咁睇啊，真系摩加里分析佢嗰只可小子分析得相当之好，佢真系越嚟越即系适应咗个水土。佢系见到有草地嗰货，所以好多马集都上得好，不过即系谂住个分蚀得。